还不够，那个 attitude 可以再多一点点，然后整个脸部表情跟那个 pose 啊，什么东西要再 sharp 一点点，那个 punch 再多一点点会更好。Okay. 我一直觉得可能你们跟舞蹈员的配合练习的不够，那五个人这样站在台上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你们的动作，所以他们跳得很尽力的时候，你们一单少掉那么一点力度，马上很明显，所以它会导致现在你们的音准就出了一个大问题。我们先说Johan，我觉得眼神不够笃定，就不够 concentrate。你一直在背歌词之类的东西，就忽略了很多的动作。好，这边祝你们好运啦！谢谢，谢谢。糖水吧 K 歌创意用 Jazz 版本重新诠释80年代新摇歌曲《恋之气》。寂寞的尽头，什么样的守候才能被你接受？你的眼是芬芳的珍重，披着许多记忆的神游，我是未曾醉过的温柔，短短一处就不愿再走。静静的秋梦，我是一个情感的水手，短短一句就不愿再走、啊、别再说你能不能够，能不能够，只是问你接不接受、啊、午夜的你可知否，并非回忆在天长地久，秋梦，我是一个情感的水手，短短一句就不愿再走。谢谢，糖水吧，谢谢。我觉得这首就是这首歌选的还不错，我喜欢你们唱的那个感觉有点点的jazz 的那种半音半音的那个地方，唱部分还好，只是那个音准方面和音部分可能要小心一点点，还是听到你走音哦。你们在舞台上真的是要再放轻松一点，因为我一直都从荧幕上看你们的脸部表情硬邦邦的啊，我想也是很紧张了啊，很紧张。但是这首歌的处理方式，我觉得是很特别好的。
哇，谢谢老师，加油加油！两位的气质是我想在这四组里面是最有契合的了。我觉得这首歌你们起调可能起得太低了，所以你在唱低音的时候有几个音都蛮危险的，可能可以起调起高一些哦。不错，谢老师。很开心哦，可以听到糖水爸这么好的评语，你们也稍微松了一口气了哦。随便要把两首不同风格的歌曲串唱成组曲，广告后带给你无限惊喜。前面的那一句什么 One Night in Bangkok 啊，是不是？Sorry, One Night in Beijing。 不要整天想 Bangkok。 不是，因为他们唱的后面的有点混乱了，你不觉得吗？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样的表演方式，其实我很期待开始这样子的时候，看到女生，哇靠，那个样子是杀气，是吧？然后看到你，你还跟那种甜美的笑容。随便把《北京一夜》和《霍元甲》唱出不同的风格，让人耳目一新。这两首歌曲他们的其实歌都很强烈，整体来看我觉得那种霸气还不够，前面的那一句什么 One Night in Bangkok Sorry One Night in Beijing， 不要整天想 Bangkok， 不是有点乱，因为他们唱的后面的有点混乱了，所以怎么唱啊？那句前面那句 One Night in Beijing 啊，这边有点柔，那边要有比较有感觉 One Night in Beijing， 有个就可以再多一点点，感觉会更好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对不对？我觉得觉得是您说的都对啊，您说的都对，听众音可以再强一点点。其实你们出来，你们以这样的表演方式，其实我很期待你们有很精彩的表演。当男生一唱出来，我说哎呀，这个就对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面是越来越乱。当你们要选择这样的歌的时候，真的是要对于节奏要十拿九稳，因为歌曲的乐器太多了。你的 beat 太强了，所以你下拍子只要不准，你的 groove 就跑掉了。当你的 groove 跑掉，整个就是变成乱成一团，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太乱。要继续加油啊！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在这样的一首歌里头，可以变成这样的两首歌，我想在创意分上是。我是相当赞赏哦。我觉得男生还是太拘谨了，我觉得你不要选太重量的歌，如果你要做，你的表情要搭得对，你的声音有那种力量，可是你的表情没有给人家这种感染力。一开始我其实看到你们两个开始这样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一开始对，是我从这个 monitor 看到一人一边嘛，那我看到女生，哇靠，那个样子是杀气，是吧？然后看到你，为什么你的脸会是不能够跟她统一一下？你还跟那种甜美的笑容。在荧幕上啊 ，monitor 是很敏感的，他会一直抓着你们的表情，所以你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尤其电视表演，不要忘记这个很重要，脸部的表情。继续加油了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
小老板多才多艺，一人同时自弹多种乐器，把家喻户晓的 Nobody 唱出激情。创意方面我觉得很好，很多东西看，唱方面我觉得还不错，只是可能那个要顾着脚方面哦，所以你唱的时候很难去投入在里面，所以你要看脚啦，要看这个，要看吉他啦，所以很忙，没有，所以只是靠他在发挥那首歌。然后到那个 rap 的时候，可能 rap 方面我觉得你可以 rap 得更好一点点，因为我感觉好像你在骂我这样，我不敢给你低分，所以啊，这方面可以注意一下啦。好的，overall还不错，蛮喜欢的，谢谢，加油。这个单元其实表演的真的是不错，对于吉他手还要从事两样工作，我觉得你很了不起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了不起，很有音乐才华，真的。因为我弹吉他，所以我知道，其实如果要做这样的东西，其实很困难，更何况他还要唱，还要合音，那个难度是相当之高。但是你看他们做的，其实没有什么差错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这相当的可取。像你们这样，如果你少掉后面那一段 rap，我也是觉得他其实是很 OK， 显得那个 rap 有一点多出来了。其实不需要，因为多了那个 rap， 好像突然间我们醒过来了，被骂了，那个东西可以省略掉，好好的去唱。其实这个表演，我对我来讲，我都觉得已经很好了。谢谢评审，谢谢小老板。随着小老板的这个演唱结束之后呢，马上就要为大家公布第一场复赛四组的成绩了。第二回合加分题 ，K 歌创意占30分，小老板 The Codex、孙一变以及糖水吧已经各就各位，等待成绩公布。小老板，请打分。74分，还不错的分数。第二组为大家宣布的是 The Codex， 请打分。60分。第三组为大家宣布的是随便，请打分。66分。目前随便跟小老板是暂时领先的。最后一个组合糖水吧，请打分。65分。所以这个随便以及小老板，恭喜随便，还有小老板能够顺利晋级我们的半决赛。但是也要跟糖水爸讲的说，你们真的是差了一点点，一分之差。对。然后也是要跟 Codex 说继续加油，因为呢还是有这个翻身赛。没错，真的是峰回路转哦。哇，小老板直接在 PK 之后呢顺利晋级了，而且是蛮高的分数哦。对。那今天呢这个四组可以说是这个表现的旗鼓相当，让我迫不及待想看下个星期另外四组的这个演出了哦。没错，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还是要感谢